说啊，好，那么这个咱们说说这个类啊，在这个 Go 里面啊是没有这个 class 的，Go 语言支持这个类啊类操作类的操作，但是呢没有 class 关键字，没有 class 关键字啊，那它怎么做的呢？啊，它使用这个 struct 就结构体来模拟类。所以说，有的人总觉得说这个 Go 语言到底是不是面向对象语言，这很奇葩啊！它没有 class，但是呢，它还是面向对象语言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去写啊。OK，那么我们去创一个07啊，07的话，我们叫这个就叫类吧。我们 function。那啊，那么我们定义一个类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我们还回到这个人啊，我们 person 定一个 person 类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绑定一些方法呢，比如说这个说话啊，叫做 eat 吧，说话，然后这个 run 或者说这个 love 这一些方法对吧，都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它也可以有一些成员，我们看怎么去用啊。那我们刚说了，使用这个结构体，结构体刚刚我们已经讲了，它使用 type，对不对？type 的话呢，那么我们使用这个人叫 person，然后 class struct。所以说，那这个人首先一个人的话，我们首先有名字啊，有名字，然后呢有年龄，有鼻子眼睛啊，我们就不说了啊，就是从他的这些社会属性来说，OK，那他是一个 string。gender 啊，gender 是性别是吧？scout 还是这个人啊？可能小明小花也回来了啊。那么学分就是 float 的 ，OK。那这个人呢，对于我们如果把它当成类的话呢，这些就是它的一些成员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就是它的属性，成员属性，OK 是这些。那同学可能说了，那你这里边好像也没有涉及到什么这个，我们类里边一般肯定都要有这些，然后至少还会有一些什么 public 呀、private 这些操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权限问题啊，那这个其实大家应该已经了解了啊，这权限这块呢，我们一会儿再说啊，我们现在只说这个成员已经搞定了，那方法咋来呢？C 语言里边肯定是 class 嘛，对吧？我们这个 C 加加里边，啊，是这个 class，比如说 person，public 是吧？这个 name，啊，好像不这么写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什么 age 啊，然后方法的话呢，我们有一个，比如说 eat 啊，这一系列方法啊，那我就不说，别的我就不多写了，我好像少了一个类型。那我是这样的，大家啊，那我们 C 加加这个 Go 里边是这样啊，Go 啊，并不在里边写方法，这个方法呢叫绑定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给它写到外面去。在外面，在这个类外面绑定方法，咋绑定呢？是这样的啊，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，想给它绑定这个吃饭的方法，绑定 eat，那怎么办呢？首先它是方法，一定是记得方法啊，它也是我们叫做 eat。那现在这个方法有了之后呢，我们打印上这个 person。is，eating 啊，eating。那现在明显，它跟我们这个类其实一点关系没有的，对不对？类在这里边，你这方法完全是自由的小鸟，跟我们这一点关系没有。那咋办呢？啊，我们要去绑定它。绑定怎么绑定呢？这样来做啊，我们给它前面加上个括号啊，然后呢，后面指定一下它的类型。比如说我们这里边，啊，你可以绑定为它叫 P 啊，然后 person 就可以了。现在就说明我这个 eat 方法绑定到了我这个 person 上啊，现在它就有了一个 eat 的方法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？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一个 person，那这个人呢就 Lily 啊，Lily 又回来了啊，person，那把这个字段给依次填一下，那这个人叫 Lily，那这个人呢今年啊，Lily 应该有30了吧啊，这个女生啊，然后呢学分的话，这次给她0分啊，10分吧。太可怜了。好，类类有了之后呢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打印类类啊，这没有问题。
那其实我们现在还可以打印 Lily 的方法啊，怎么去调用方法呢？我们直接可以 Lily 点儿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些字段都可以来，但是你看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 M 啊？Method 的啊，点一下，哎，就来了啊，就来了。现在呢，这个 Lily 呢，现在就绑定了一个吃饭的方法啊，吃饭的方法。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啊，看结果。Go run 我们就零七啊，零七。大家看一下，前面都打印了，person is eating，是不是打印了？啊，打印了。那我们这个类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对它赋值了，其实这个字段我们都知道它叫啥名字了，是不是啊？因此呢，我们这里边其实可以把这些一个类的方法，一定是可以用自己的成员吧，对不对啊？类的方法可以使用自己的成员，那一定是可以的啊。那怎么用呢？就看这里边，这个 person 有个 p 嘛，p 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当前的这个类型啊，它代表我们当前这个类啊。那如果你要是 p 的话呢，它跟我们当前这个类呢，就是属于拷贝的关系。如果你要是把它改个名字，你用指针也是可以的，指针的话，然后你给它改成 this 名字，这是个函数的一个类的名字这样的话其实。我们这个 this 就相当于我们 this 指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非常简单了。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，就是叫啥都行啊。我这里边讲的叫 this，可能跟大家在 C 加加那边呢能更同步一点啊，能同步一点。OK，name 就可以了。那你就可以打印了，你可以打印这个，就是这个this 点儿这个 name，然后。is 一天，是不是可以啊？Lily is 一天啊，整个是个 println，中间加号呢，把它们关联起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就相当于我这个在 Lily 里边使用了自己的方法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之所以加上个指针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效果啊，你看是不是变成 Lily is 一天了啊？Lily is 一天。那我刚刚说这个指针跟非指针有什么区别呢？比如说在这里边啊，我们再写一个，不有个一听一嘛，咱们来个二啊。二的话，咱现在不用指针了，不用指针的话呢，它现在啊，你就可以去改，但是呢，你不会修改 name 本身了。那假如说在这里边啊，我们把这个 this 点 name，你给它改成这个 duke。那现在你操作的是 this，对不对？相当于一个拷贝，然后呢？你这个 this 的修改相当于一个副本，你对它的 name 修改呢，你不会修改我们原来这个 lily。我们去看一下效果啊，看一下效果。大家看一下，一个是指针，一个是不是指针啊？我这里边是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效果啊，效果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办。现在的话，此处呢相当于我们调用的 lily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我们调用 e 之后呢，我们往下看一下啊，打印一下。我们说那个 et2 啊。然后呢，使用这个但是不是指针，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晰啊，不是指针。那这时候我们就修改一下，你看一下它会不会改变？那我们咋办嘞？我们还是去调一下 Lily，Lily 现在是不是有 it 二啊？方法也有啊，它只不过不是指针，但是它还是绑定在 person 上的。OK，有二。然后呢，我们去再去打印一下这个 Lily。我们打印一下 Lily，这个是，我们这样啊，我们这样来看，就是 it 一啊，使用这个指针啊，使用指针，这样，大家能看懂这个意思啊？那这块的话呢，可能我要把这个注释掉了啊，注释掉，否则的话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小影响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想给大家做的事情呢，就是看看你用指针跟不用指针的区别。你用指针，你去给它那边改成 duke，然后你不用指针，给它改成 duke。咱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使用指针，然后呢？修改啊，name 的值，
这个修改值啊，然后呢，打印一下。这样的话，这里边是不是已经修改了？啊，修改之后呢，我们再打印一下，打一下累累。这是使用指针修改啊，这是修改前，修改后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使用，但是不是指针啊？不是指针的话呢，我们再来个修改前、修改后。这你能看懂了吗？这没问题吧？看看啊，我使用指针形式，我修改前、修改后，我使用非指针的，那么我修改前、也修改后。那我们现在理解的话，这个应该内幕还是打印累累啊，这个呢应该是已经改成 duke 了啊，那这个呢应该是累累啊，然后呢这个应该还是累累，看是不是啊？应该是累累 duke 累累累累啊，看看，再瞅一眼啊，指针，非指针啊。啊，还不行，这块已经改过了，是不是？它现在累，你看 duke 已经生效了。看第一个啊，这块一开始累累，修改前是累累，然后改完之后呢，变成 duke 了啊，duke。然后呢，再往后的时候，这个累累其实已经改成 duke 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可能我们要，把这累累赋个值。copy 了，那我在这里边呢，我这个还保证它是 lily 啊，那你这改成 duke 之后不会影响到我这块，我们再看一下结果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出来结果了啊，这就是你使用指针跟非指针的一个区别。你使用指针，那么好，你在里边方法里操作的时候呢，就操作你的成员本身了啊。如果你要是使用的是对象，那 OK。对不起，你操作的是副本。你看，我改了，在 eting2 里边，我们是不是也改了呀？但是它并没有生效。在 eting2 里边，我们也改了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生效，还是零。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一节呢，给大家要明确啥意思呢？就是首先，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类，但是这个类呢，有成员跟结构体是一模一样的啊。然后呢，它也可以有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一定是在这个结构外面绑定的，啊，绑定的。绑定的时候呢，什么样去怎样去绑定呢？就是在这个方法前面加上一个括号，括号里边呢，啊，指定绑定在哪个类上，然后呢，它在你当前的函数叫啥名字，叫 this，你可以叫其他的，叫 p1、p2 也都行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选择指针形式，也可以选择非指针形式。那使用指针的时候呢，它会，你修改这成员，它就会把你原来这个类呢，真的会修改了。如果你要是使用这个非指针形式呢，那么它不会去修改。那一般情况下都会使用这种形式，是不是？就理解为 this 指针呗。然后呢，操作的时候呢，也不用再拷贝一份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类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用法啊，最基础的一个用法。那这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类的一个封装啊，封装这块我们就讲完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讲继承跟多态啊，多态。好，我把这块呢放到笔记中啊，那就是封装嘛啊，行。封装啊，把方法跟我的这个成员封装到一起了。关键是这儿是吧？这个改了，这个没改，一个是指针，一个是非指针。好，那这块呢，我们介绍的是啊，绑定方法，这个其实也说了是吧？那就是这个封装啊，然后绑定方法，就这样。OK，
那我这边暂停一下啊。